贵宾，很会长，然后我们的那个学校友。庆生蛋糕由中和国小小朋友们一起推出来，并且邀请基隆市长谢国良、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市议员郭美秀和市议员施伟正特助，和学生、家长、老师以及校长等人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为中和国小69周年校庆庆生。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市长能够来到中和国小跟全校欢庆中和国小69年的校庆。市长谢国良也和学生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并且期许明年中和国小70周年校庆活动办得更盛大，也会一起努力把学校建设得更好。好，那非常开心跟各位可爱的同学们一起欢度69周年。那我们把明年70周年办得更大更好，还有校长讲的学校建设，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学校方面也结合园游会方式，在各楼层由各班级学生和老师准备各类食品饮料、玩具玩偶贩卖同乐，更有老师不辞辛苦亲自带着学生在走廊上现烤香味四溢的肉排以及香肠，热闹庆祝校庆活动。我这是蒸熟的，对，我已经蒸熟了，来。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